我现在讲咧，哎，这个要出奖我吼，我来看困难。你嘛会 OK 啦，肯定足够难度的啊。我会啦，我会，但是我想无，想出来就感觉无你啊，才好安尼啦。一定嘛是是好听啦，会较好听咧吼。会不会？我根本我没有那个自信啊咧。没有。你至少吼，你看咱林忆君咧唱我那歌，迄个开口安尼，拢有唱出来。你拢听林忆君吧？无，我是听过伊唱的。我是听啊，你啊，无这条相唱的。这条是破地戏。会唱起来。啊，对，是李玉君翻唱，对，我是听伊唱的啦。像这首歌，黄玫瑰，也是非常类似的歌曲。比如说，感觉这种歌我拢唔敢挑战。唔敢挑战。对，因为这种歌唱了好听，歹听一听就出来啊。这有这明显？今天做出明显来啦。啊，像咱小威吼，唱了非常的赞啊。不会。迄个安尼，等我时间吼，迄个阿公说动吼，我甲动出来咧，就让人听得非常的舒服啦。Oh,
怪但我才会因为感情的自己怪你我想死谢谢，爱你只是人，但想你很瘦哦，谢谢。那么。